我跟你讲一下，周琦真的很帅哦！你看，神社，哈哈哈，我都觉得好笑，而且我一次可以撞出两只哎！天哪，技能直接开起来，来，召唤神社，雕塑高级召唤技能，神社全面落绿了。反正我们现在有可以有神社，如果100级有白虎跟灵无所谓。那么个技能配置，你就把神兽。那其实他会帮你重置的，那这边也可以自己抓。这边，然后还有神装等之类的。我今天可能会讲神兽吧。什么是神兽呢？就是我们召唤出来的神兽在帮我们打。啊，我们的神兽会变身哦！欸，我们神兽变成火神战将了。欸，不是，神兽怎么变成熊了啦？它不是原本是老鼠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神兽原本是宠，是那个欸。神兽。Oh my god！ 神兽会变，蛮可笑的哦。就这样。我觉得我们的影片很精彩。快速回收。我就应该先跟你讲神兽了。等下去，我们神兽为什么变熊了？他刚才明明就是狗啊，野狼野狼。啊！标题有灵啊，标题有灵。那先还在这边。爆出了什么？欸，那我怎么看那个副本的那个？不知道欸。